就屌打。那谁的作品最好卖？就哦，维里安。那卖最不好吃？八三幺。831要看不到我的车尾灯了啦。丢丢妹送200只 iPhone 被股东骂翻，公开点名831野鸡垫底。有定就老卡，卡不就阿爸。今天你被美色。今天被。哎，三，佩服吧。29岁直播霸主丢丢妹想朝演艺圈主持人前进的同时，做客的艺人也持续加加加，想宣传好东西来家都丢了。你不过滤吗？你说我过滤啊？多少会啦，就是这个是实话，因为蛮多真的是会，就是哦，我是歌手，就是 gay 的啊，有问到说就是经纪人在手机的后面一直这样子，就是说不能这样，可是我还是很白目，继续问，就直接问他喜不喜欢吃豆花，经纪人你就变绿了，然后就写一个板子。丢丢妹不问，他最喜欢吃豆花。好啦，江湖都吃，江湖。我期待阿姐的婚讯哦。没有讲是谁。那你有没有想过之后希望可以达到谁？徐熙娣，我在叫你哦。对。那谁的作品最好卖？就问哦，维里安。很强哎，你真的很强。Thank you, thank you, everybody。他的专辑就卖了2000张。他卖最多好。八三幺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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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说真的，直播如果真的要到赔钱的话，要么就是你自己的预算，广告编预算不够。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一个月是真的完全没有在拿捏，我要买大概100-200只的 iPhone 回来。对，就是想说啊，没关系，我就这个月我就送分享这样，我就没有去精算到说我那一个月的天数其实我是做不够的，是吗？打不平，可能就是员工薪水要再自己再拿出来拿钱出来，真的被骂惨了。因为我股东，你到底脑袋是装什么啊？最近最好的业绩，最好的业绩哦，很好。那你会觉得那个后面来追杀你的后辈越来越多？没有，就屌打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第一个大楼的脚正对我，让我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。阿哥最怕的。